睡觉呢吗？走走走，走走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！我说二狗子，你是不是被狗给咬了？什么意思？你好像得了狂犬病。你还有猫病呢？不可能，你没听人类说吗？我们没毛病。哎呦，行行行啊！整天就知道拿唾沫星子洗脸，也不嫌臭。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臭？你狗改不了吃屎上最臭的东西。哎，你这个小猫嘴是真毒啊！改天我把你猫砂全给你扔了，我憋死你。那改天我把这电线杆子也都拆了，你也甭想好过。你个臭猫、烂猫、废猫、土猫、臭猫！你是真狗啊！我狗，行啊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狗。二哥、三弟、四姨夫，摆阵！年轻狗不讲武德。狗东西又闹事儿了，喵！打狗棍！哇哇帅！大耗子，黑山老猫，糟大爷，是他先欺负我的。你是找我睡觉的？是你先。你这停了，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吧。都过来，我开个会。大家可能还都不知道吧？咱们这个收容所马上就要被拆了。拆了？所长家的院子面积还小，可能有一部分呀、啊。就要被送人收养去了。啊，收养不好吧？我觉得挺好。哎，正好啊，我好长时间没吃包子了，要能给我送个包子店也行啊。万一他开的是狗不理包子呢？你是理还是不理啊？我不想理你。其实我认为吧，被送出去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嗯，万一要碰上狗贩子、猫贩子，那可就惨喽。藏獒大爷，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被送出去呢？所长说了，我年龄大了，他到哪儿都要带着我，所以啊，我不用担心。呀，到点了啊，散会。哎，藏獒大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约了隔壁拉布拉多大妈去跳广场舞。走走。哎呀。这都跳墙了，看来是真急了呀。
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啊，刚才敖大爷都说了，说要送走一部分流浪宠物，咱俩现在属于特别危险。嗯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啊，我就先帮你收拾收拾东西。你怎么帮我收拾东西啊？不是你先走吗？二狗哥，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啊。别看我今年才30，但是我已经被倒了五回手了。666啊，条几个呀？八匹马呀，99根银，买了哪儿了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家，你就可怜可怜我，你先走吧。刘妹，你都不知道当时我被抛在大街上的时候，被人打过，被车碾过，就连我这条腿都是假腿。停，你也太能编了吧，你这条狗腿子不是个好狗腿子。你看这不好好的吗？厉害！假的！你说谎！你肯定是背着我偷偷出去学才艺了是吧？你快教教我！哎，我教什么呀？我都惨成这样了，你就先走呗。你先走。我不能走。凭什么？因为我还是个单身狗。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，要是成了的话，你走的是不是得老踏实了？那真是老踏实了。安排。请挑选你心仪的女嘉宾。换一批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不是。开个玩笑啊。哎，这个1号女嘉宾的腿怎么那么短呢？人家是纯种柯基，你们狗界的兰博基尼，底盘低，跑得快。哎呀，我拦不住了。也不知道他买没买狗兽意外险。这也不可控啊，这也。2号，你再看看2号。2号好，你看又小又可爱，跟个娃娃似的。人家就是吉娃娃。吉娃娃，我今年都4岁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找一个稍微比你成熟那么一丢丢的小男狗。哼，我今年都10岁了。早知道你这么小，谁跟你扯那里根楞呢？不是，啊，你看看没一个来电的。3号，3号绝对没问题，他是我的舞蹈老师博美。啊！我的妈呀，这手合伙轮，这手跟那腿绝配。怎么样？喵喵啊，这只狗还真的是很少见的，哈士奇的身体，金巴的尾巴，金毛的头，这是什么血统啊？混血。它分别来自西伯利亚、北京以及英格兰。俗称就是串儿，串儿。哎呀，喵喵啊，他这个腿，节哀，太惨了，我落不着。
我们这儿岁数小的宠物基本都在这儿了。啊，你们看看想养什么宠物，慢慢挑吧。好好好，哎，亲爱的，这个就不错呀，胖胖的，肉肉的，手感特别好。那个，你看，那么窄啊。唱啊！不行啊，亲爱的，这只狗后驱有点问题。嗯，哎，看看这个，小狗狗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不是这哎。这怕不是有皮肤病吧？我看是屁屁没擦净吧。哎，老公。哎。要不然我们养猫吧？你看这小猫，猫可爱呀。是挺可爱的。哎呀，迷人的小猫猫，我太喜欢漂亮姐姐了。他这叽里咕噜的说啥呢？他就受不了有人摸他，这是喜欢你。哎，太好了，他这是公的母的？母的。哎呦，那母的可不行，晚上总爱乱叫，得给他绝育。哎呀呀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亲爱的，这猫太厉害了，咱还是养狗吧，狗听话。哎，你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你就跟他说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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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，东斌？该不会姓吕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那我劝你们还是别养狗了，要不然它总得被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什么意思呀？照顾不了它就别养它，不能总考虑自己的感受吧？那猫狗也是一条命，它把你们当它的全部，你们这一会儿要绝育，一会儿要打它，想干什么呀？行了行了啊，快走吧，慢走不送。我觉得说的有道理。走吧，老公。有人吗？奶奶你好。你好，我呀想收养一只小动物。你看都在这儿了，你想养什么宠物啊？我也没想好，我就是一个人在家太闷了，我想养一个小宠物能陪着我。行，那您慢慢挑啊。哎，呀，这只猫可真可爱。嗯，你也太乖了。哎呀，好可爱。你想跟我回家吗？喵。想啊。那我就要他了。行，那您跟我去那边办手续吧。好，走。嗯，奶奶您慢点啊。哎，快不了。来了个包袱。喵喵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怕他们再没有时间陪你吗？他们要是再伤害你怎么办？他们要是再把你抛弃了可怎么办呀？对呀，都能留下了，为什么还要走啊？我就是觉得他跟我的第一个主人特别像，也是白头发，拄了个拐杖。我记得那时候他特别喜欢给我洗澡，还给我挠痒痒。他每天都陪着我晒太阳，我就陪着他一起看电视。可是我知道他其实一直在等着他的家人。有一天，奶奶睡着了，睡得特别香，我怎么蹭他，他都不理我。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个新主人，可是都没有那种熟悉的感觉了。直到刚才的这个奶奶出现，我能感觉得到，他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他。我想，我在等的那个人，可能就是他吧。我又想我们家猫了。我也想我们家石宝。喵喵，你。二狗哥，你别再劝我了，我都已经决定了。不是喵喵，你坐着我尾巴了。哎呀，那你今天是不是就得拉肚子了呀？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们谁都不能欺负我二狗哥，否则的话，我跟你们没完。我要走了，你们有时间的话，记得要去找我跳舞哦。
再见。喵喵，我们再跳一支舞呗。